President Monson has 安宣会长请我提出总会教会总会职员以及区域70名单，提请各位举手支持。在之后，总会稽核部门总经理罗伯康特威兄弟将会宣读总会的稽核部门报告。在他之后，总会会长团秘书布鲁克海尔斯兄弟将会提出2010年度教会统计报告。 各位弟兄姊妹，司提以我哋支持多马曼宣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嘅总会会长亨利艾灵为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迪特乌希铎为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赞成者请表示。 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只提议我哋支持培道潘为12使徒定额组会长，以下为该定额组嘅成员：培道潘、多马贝利、罗素纳尔逊、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李察斯考德、罗伯海尔斯。 杰弗瑞·荷伦、戴卫·贝纳、昆丁·柯克、陶德·克里斯多以及尼尔·安德森。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只提议我哋支持总会会长团嘅资历及12使徒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凡赞成者。 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作同样嘅表示。只提议我哋予以卸任下列嘅区域70员，由2011年5月1日起生效：何西·瓦隆索、纳尔逊·奥特米约、约翰·安德森、艾恩·阿尔登、塞吉尔·艾维拉、戴维·布朗。 傅瑞斯·布拉克、唐洛巴勒、弗拉迪米洛、坎培约、但以尼、卡尔、波克波尔斯、卡罗东戴恩斯、奥尼西·弗里科、科特斯·希伯、迪奥兹·安德烈、福特·胡勒·欧。 格维拉、马利、马内利、高查里、黄安、罗杰古斯、但以利、琼斯、吉拉多、罗必欧、唐洛齐斯、杰伊斯特罗、多明哥、林马克、德克斯密、虎特、雷纳多、马杜拿度、伊文、史特利、瑞蒙多、摩尔瑞、伊尔士、托伦蒂伦、米加勒。 佩伦、克里斯多、雅德尔、斯德凡、波西同埋盖瑞、我客，凡愿意同我哋一齐对呢啲弟兄嘅杰出奉表示感谢嘅，请举手表示。支提议我哋支持70员第一定压组嘅新任成员：唐·卡拉克、何西。 艾尔苏、伊昂雅顿、加尔柯克、黎加兰寇蒂斯、基斯杜化和特同埋卡瑞克库，以及70员第二定额组嘅新任成员兰道宾纳、戴芬柯纳、温顺海纳同埋。 赖利威尔逊、范山正者，请表示；反对者亦请表示。只提议我哋支持下列人员为新任区域70员：肯特艾伦、斯提反艾伦、温莎巴尔德马、南道布鲁斯、康斯博姆、派瑞克巴托列、马切罗沙普。
以利撒、柯拉多、杰弗瑞卡明、尼可拉斯、乔雅尼、乔治多明格斯、盖瑞杜西、大卫弗兰斯德、荷兰菲拉瑞、里卡多希曼尼斯、艾伦海尼、杜格拉斯直根、罗伯特海马斯、莱斯特詹森、马蒂若泰卢、金昌豪、阿佛列、金谷雷米九、曼恩斯尔、多萨海萨、摩尔瑞劳顿、穆恩拉洛、鲁博内隆、阿尔尼斯、帕拉罗波特、何西雷那、艾斯班雷瑟克、乔治罗迪斯、林恩萨密海斯、灰格泰瑞、大卫汤普森、以尼斯多托尔斯、亚洛福范伦瑞拉、里卡多亚拉代尔、菲边亚列多、以茂威格拉斯同埋泰瑞韦德。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支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70员以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曼孙会长，就我所见，在这次会议中心上面提议的表决都已经一致通过了。兄弟姐妹，感谢你们的举手支持，你们的信心、奉献和祈祷。我们现在邀请新召唤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上前来到台上所属的座位中就坐。It's a long walk. 啊，呢條路好漫長啊。